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美丽家人杂志 Mary Claire 的总编辑 Bonnie， 欢迎来到美丽家人杂志的办公室，这是我们家的会议室。今天呢，蛙哉来到了美丽家人，同时他们也会给我很多的挑战，这一些很多都是我们平常拿去考明星的挑战，完全是现世报。对，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开始蛙哉的时尚总编大挑战喽。第一个，在美丽家人期间，你做过最引以为傲的企划？其实企划也做过很多很酷的，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募集素人，然后请他们来讲自己疤痕的故事。那每个人讲的故事都是叫稿叫到哭出来。比如说，可能有些人是跟他们自己因为自杀出现的疤痕，或是曾经乳癌出现的疤痕。那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的东西。再来是，讲到时尚，脑中最先浮出的三个形容词：风格、fashion show、巴黎。拿这个名词可以吗？好，最后一个，这个是依照字卡，照文字的颜色放入属于对比色的盒子中，并同时回答编辑的提问，也非常困难。你觉得最适合？这个主持人是螺丝喽。预备开始，请问Bonnie早上设几点起床？7:30。一个穿搭的重点会是什么？鞋子。请迅速列出一个自己的优点跟缺点。优点是反应快，缺点是就是很常喜欢变来变去。最期待的时装秀下一场会是？虽然是才纽约而已，所以就应该会是可能是 Coach 或 Michael Kors 吧。好，结束。Yahoo！